一级我们学个 W， 对拼会强一点，而且可以补刀、推线、补刀都可以。啊，一级学的拉虎，我操！拉虎可太秀了，不知道他一级学什么，看一下。你看这一波他就不是很细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分左键和右键，他二 Q 是 Q 过来的，好吧？跟他对于，好，差不多了。这波换血好像有点小亏，感觉。好，往后拉。马上二级了，消耗一下。我来想怎么去三级杀人，攒个风险，先攒个风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消耗还可以，等一波电刑嘛。小心打野，打野差不多来了，小心打野，他这个血量已经很危险了。他为什么不讲话呢？他为什么不喊口号呢？这是剑圣，别搞啊！你可能会死。好，溜了。一级呢有斩杀伤害的，他那个血量只要中了我的 E， 我后续伤害肯定可以杀他。咱们既然带电刑的话，我们就带一个打爆发，打爆发我就不借平，那我的被动就浪费了，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，对吧？大家都在玩这个玩法有什么意思呢？当你突然哎，你妈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们就有点浪费这个被动了，所以说我们有点浪费了，有点浪费了。好，哎，手摘了。好，先攒一个风。好，剑圣，这是剑圣呐，我以为是永恩呢。送你一下，那我就不应该带这个了，带这个血之滋味就有问题了。算风的，哎，漂亮！哎呀，他快死了，兄弟们看好了，别千万别眨眼啊！只要中我大，他就必死。但是有一个小瑕疵，当对面有闪就不太好杀对面。溜了，先回家一下。
出个血认识一下，我们得巧妙的运用他这个暴击几率，这个暴击就浪费了。哎呀，这暴击很重要，感觉先来个默认吧。嗯，先攒一段 Q， 到六级之后怎么打呢？先攒一段 Q， 然后呢放个 E， 然后直接立马一个二，二完之后呢接个 W， 接个平 A， 再接个 Q， 基本上就没了。就只要你的技能强中，他满血应该就死了，不出意外。等一波大，灭死了。他出的啥？他出的是攻速。那我们走的是刺客流，他走的是什么流？正儿八经流。游走一下，游走一下。来，偷个鸡吧，偷个鸡，偷个鸡，鸡头一个。好，到位了。哎，别搞啊！再搞让你受不了。移过来，死了，没死吗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别急。哎，小龙打他，小龙打他，好，小龙打，对。哎，为了拿个小龙，我他妈死了，我是真的牛逼。来个提亚马特吧。哦，这一波亏了还赚了，兄弟们，为了拿小龙死的这一波。嗯，提亚马特也太秀了，看一下能不能做提亚马特。我们有 W， 可以尝试一下，对吧？任何出装都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出来的。哦，没有绝对的出装，出着玩啊，出着玩。小龙这是土龙龙魂，应该可以拿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等他过来，给他一套秒了吧，兄弟们，我就没必要跟对面操作了。打一套，漂亮。有点缺攻速啊！他直接半血了，我现在血量还可以。在一度的恐惧之间，等一下，攒一下 Q， 别急。感觉我的这个斩杀伤害不是特别厉害啊，就很奇怪，伤害好低啊。我们在 E 的过程当中尽量把输出打出来，吃个塔皮先。我溜了，好，确定吗，朋友？别搞啊，我先回家了。先买个战锤，再来一个正义。他操作不会更简单一点吗？我看一下我这个装备能不能一套秒他，我们要记住能不能一套秒。E过去接个 Q 加二 miss 了。先 Q 再 W 会好一点，因为先 W Q 不到了， W 有点短。好，谁给你勇气打这个的？
你搁这念啥呢？你搁这念经呢？你像你妈个魔教中了，死了！化身，差点双杀了，有点可惜感觉。你先上，我再上啊！你先上，你先上，好。漂亮，死了，死了，别追他。你爷爷下象棋必备指指点点，他这我好，我都想主 W 了，说实话，真的，因为 W 范围多，我来个主 W 怎么样？谁说一定要主 Q 的？是谁说的？我们可以把 Q 理解为一个击飞不香吗？对吧？是谁规定一定要主 W 啊？主 Q 的是谁？不存在的啊。亏了，偷个鸡吧。想着如何逃跑。E 的话 ，E 就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结的大，你可以主动的二回来，也可以等时间自动二回来。主意过分了，主意过分了，主意过分了。好，看看我怎么秒他，兄弟们，千万别眨眼啊！千万不要眨眼，这一波我要准备秒他了。看到了没有？直接秒杀！打中路带电刑直接秒脆皮，应该可以。但是怎么样让咱们的大招命中率加高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可以 Q 闪，这英雄 Q 闪是可以 Q 闪。嗯，先回家一下。放到合适的地方。有想法，别搞，你可能会死。先 Q 再 E， 先 EQ 一 ，EQ 二连，有个有 EQ 二连，应该可以。姐可能在我附近，小心一点。他比我多个大。怎么说？哎，你看这个就很烦了，这个就像左一的大招，左一那个大招一样。先把木刃买了。哎，这个杰得了脑血栓，可能。这个头也是我的吗？木刃，配上一个，木刃，配上个电刀，那这个有点四不像了。木刃，配个绿叉，加上个木刃，幽梦。我的狩猎并非为了杀人。他们这个阵容，感觉穿甲对他们好像没有特别大的用。先买一个无尽，先把无尽来一个，老兵有了，老兵了，出个无尽，加上蓝切，应该可以。我们可以走致命节奏流，怎么样？到底出什么流呢？啊，一个好的符文天赋让你赢在起跑线上面，好吧？
那到底出什么样的符文天赋呢？这是个问题。火石给！哎，没想到吧，我又来了呀！我溜了，别搞啊！我一套秒你的，小逼崽子，我一套秒你，好。操了，还提前来个鸡！你妈买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。来个一刀流，从政我觉得可以啊，从政是真可以、啊，兄弟们，我觉得电刑有点怪怪的，这电刑这说就是感觉万物皆可电刑嘛，玩亚索其实也可以带电刑，杀了两个感觉，我下一件买个啥呢？买个木刃，鞋的话买什么鞋呢？他这个有攻速加成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攻速这个技能可以暴击，施加攻击特效，会被控制技能打断，也就是说 Q 技能可以暴击，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？可以理解为盖伦的 Q。 盖伦出什么装备呢？盖伦出三项和绿叉，那我们这个英雄能不能出个三项呢？兄弟们，可以暴击三项，我觉得有搞头，知道吗？这个杰别给我逮到了啊！你他妈一套给我秒了，你信不信？插个眼，这里有个眼，查一下，要攻击速度，等一下。先给兄弟们来个秒人流打法，这个诺手应该秒不掉，算了，别搞，去找个脆皮秒一下。好，我们在这个隔墙阴他们一波，应该可以啊，大倒塔。哎，一套秒杀。哎呦，一个 Q 不什么血，三个护盾，别急，还有我，还我靠，这女警伤害有点高啊，大家小心一点。有搞头，有搞头，真有搞头，哎呦。首先你的大一定要中，这是肯定的。那接下来买个暴击，买个什么暴击呢？接下来买个蓝切怎么样？那是不存在的，买个暴击吧。要穿甲就穿甲，要暴击就暴击，也是啊，这位手游说的很有道理。那怎么说呢？哎，我咋的？哎，我等一下你就知道咋的了。我现在一个大能打多少滴血？伤害好像不高，三百多，五六百滴血，还好还好。哎呦 ，AD 加成。有人说咋的？你看好了他怎么死啊？开 E 接二，必须要先开 E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的二段 E 有个伤害，这样的话你的大招的35%的伤害也可以打上去，好吗？看到杰没有 ？Q， 操操 ！Q 没 Q 出来 ，Q 出来全死了，你妹的！女警怎么死的？这一波女警是怎么死的？我看一下回放啊，我哗哗一顿按，剑圣没插死。女警死了，伤害很高，相当于阿卡丽的大，伤害很夸张。来个绿叉，差点双杀了，兄弟们，漂亮！哎哎哎，
好活好活，我已经百分百暴击了，现在毫不夸张。我二歪了，我二了，好像打了三个人了。你说我二歪了，好像没有吧？哎，这个诺手谁能顶得住啊？我看一下，我能不能单挑这个诺手？我带的电枪啊，不一定单挑过他。但是不一定，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打得过我。伤害很高，兄弟们，真的很高。攒个风，一定要攒风，然后开 E 风过去，然后开个 W 接 Q， 基本上就死了，没有后续伤害了。等一下我攒个风啊，别急，因为风有位移。看到没有，伤害很夸张。哎呦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别吧哥，错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跑不过我操。不是吧，哎兄弟，犯病了你啊，放一下队友。哎犯病了，还好还好，问题不是很大。他想杀我，我看你是癞蛤蟆日青蛙，长得丑玩的花。丢了，我觉得不需要带征服者，真的不需要，兄弟们，因为你只需要两个技能他就死了，你带征服者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吧？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出什么呢？就出那种爆发的。你攒个风 E 过去，然后 Q 击飞，接个 W 再接个平 A， 已经死了，你带个征服者没用啊。这是我的理，我觉得带从刃比带征服者厉害。也不能这么说吧，看看你吧，你每个人的打法不一样，我打这种一套流，你每个人打的流不是，你是什么流？你是吹牛还是错啊？一回来，一必须得回来。不看到女警没有？看我怎么杀她啊！我现在不需要用大就可以杀她。看好，别眨眼啊！怎么？我的二段有输出的，随便秒。活谁？靠谁？有想法，先攒个盾，他死了。你看，就撤也不太行嘛，老弟。大概有点，兄弟们，大概有点东西了，稍微有点操作。稍微有点忙到了啊，拿个蓝不急。一 Q 二连，看到没有？所有英雄都可以一 Q 二连，同理永恩也可以一 Q 二连。一定要攒个风，兄弟们别急，再给兄弟们秒个人，先一段 Q， 再来一段 Q， 然后来个不行，他的话杀不死，因为他是肉，没必要杀他。一 Q 二连接个大怎么样？看一下，尝试一下，一段 Q。二段 Q， 哎呀，哎我操！等一下，攒一下风啊！一段 Q， 二段 Q， 看一下有没有脆皮。一 Q 二连，按错了。但是还好，大招 CD 挺快的。来，一 Q 二连。懂了懂了，兄弟们，我大概懂这个英雄应该怎么玩了，兄弟们。
我们你看打完哗哗哗倒倒再跑，建设是很磕咱们亚索二兄弟的，很磕我和亚索很正常。这个剑圣什么英雄克制剑圣呢？来个饮血剑。听说我的护盾一段两段，你看这么一比，我也是永恩，他是永恩，你看他0-10-0，我17个头，这么一比，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英雄，但是同样的符文天赋，但是为什么就是感觉就真是相差了很多，说明操作还是很重要的，能听懂吗？别急，刚才这一波的话给剑圣砍死了，我们来个愤怒合计，嗯，很正常，刺客肯定打不过剑圣呀，很正常的。他那一波，而且这个剑圣有红尘，12个头打不过也是正常的，问题不大。嗯，等我过来。有人说来个3项之力，3项太贵了吧，兄弟们，3项有点贵了，不太适合咱们。兄弟们，提亚马特感觉还可以啊，感觉可以够搞一手。诺手在这边，好的，先推个塔，别急啊，我的膀胱看到对面了，女警是吧？Fucking BB forever， 够狠啊！确实这一波已经很狠了。我看一下，伤害差一点点，来个贪欲吧，来个贪欲九都是。我这一波连招又懂了一波小操作了，兄弟们，懂了什么？比如说这一波，我接2段风，就每一波其实都知道应该怎么搞。等一下跟他教学一下，我又学会了一招，兄弟们，差点五杀，第一个五杀差点没了，哎，这诺手太狠了，来个贪欲，嗯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这两个肯定要出的，无尽和无，这两个就毫无回应，这两个东西肯定要出。比如说咱们攒个2段 Q 风，对吧，然后这个时候1 Q 2连，这个时候他会教一些位移，比如说有位移的教位移，没有位移的教闪，这个时候呢我的大招的距离是够得着对面的，而且我带着电刑，我一套还是可以秒对面，能听懂什么意思吧？能不能听懂，就也是说对面有位移，我们大可以这么用，对吧，当对面在逃跑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追击的时候，可以这么用。比如说这一波女警，他会不会跑呢？哦，你压的。这两个英雄太鸡巴克我了，你们听懂了吗？而且我的 Q 击飞的一瞬间可以接二的，也就是说中了 Q 也可以接二，没有中其实也可以开个二，好吗？我们可以把二充当位移，然后主要是靠 Q 打 Q 这个大打输出，好吗？所以说我们的二是必中的，除非对面又有位移又有闪现，那没办法，那我们可以用 Q 斩吗？对吧，一过去然后 Q 卡到的时候接个闪，靠近塔也可以打闪现靠近，能听懂什么意思吧，兄弟们？听懂的朋友把听懂了打在弹幕里面，我
大概懂了，兄弟们，我大概懂这个英雄大概应该怎么操作了。这就是玩游戏，懂吗？有些人他玩游戏呢，他不动脑，他玩完这把呢，下把还是这么玩，懂吗？但是高手就不一样，高手打完这把，他会分析取长补短，对吧？不要犯同样的失误，然后在这个失误里面再加强一点，这就是区别。我觉得提亚马特，我觉得可以做一下，当然也可以不需要做，看你个人。有人说把贪欲换一下，贪欲你们觉得换什么好一点？没闪了，闪没了，漂亮。没事，我来制裁一下。好，一 Q 二连接个大，但是有用吗？但是还是没有用啊，因为我的伤害已经很夸张了。九头蛇换个三项之力，有用吗？你们觉得九头蛇没有用吗？九头蛇可以保证你 Q 你不准的时候增加你的容错率，对吧？还有吸血，我觉得提亚马特挺好的，出个三项也可以啊。剑圣，你别搞啊，你死了。他攒被动，那个逼跟个鬼一样，攒他那个羊刀的被动。木刃的话，木刃换成死亡之舞，对，没错，可以把木刃换成死亡之舞，我觉得可以。提亚马特咱就不换了，因为我们可以来一波几吸血呢，三吸血，这样的符文天赋出什么样的装备会很好呢？征服者也可以。那现在我这个装备就很夸张了，就是两个应该是吊起来打。哎，来了老弟，他们应该会过来。他人呢？时间到了，我们要做青羽，打他还是稍微差一点。征服者打团厉害，但是打那种手长的英雄，你触发不了征服者。能听懂什么意思吧？比如说你打中路，比如说你喜欢玩中路，你搭一些近战的英雄，这个剑圣太狠了呀，他妈出蓝盾打不动他。杰能打得过吗？刮痧，那杰也打不动我。哎，但是威恩是打得动的，我们团一波来。好像是没了。哎，还好绿茶还行，来个青鱼怎么样？鞋子换三项，没钱，先买个愤怒合气，团一波。打团，这两个人我单挑干不过，没办法，咱们英雄就是这样。我负责秒这个人，我负责秒后排。好，拉到了。等一波劫，我操，你这个就过分了。劫复活了，等一波技能。等技能别接，不行了，别追了。大龙，我就吸一下血，就这么多血。我来了，
死了死了，大龙大龙。来来来，大龙了，一波一波不了，他们有个人在守，一波不了，大龙大龙。打龙很快，漂亮，伤害很夸张，我这个伤害太夸张了。嗯，买一个鞋卖不卖呢？这个鞋到底卖不卖呢？三项，钱不够，鞋买个卖了，买板甲。怎么样？应该可以吧？暴击百分百了呀，暴击百分百吗？团团团，只要我的大开的好就行。最主要是因为我最主要看我的大。团团团团，我来开，我来开。我攒一下风，我攒一下风。漂亮，一波了，好，大概懂了，兄弟们，大概懂了。想学永恩的朋友扣个一，下一把正儿八经给兄弟们教学一把永恩，伤害65000，全场伤害最高25-9-11，来。